阿兰开机了。啊，开始了。开始。哦，好的。Hello， 各位，看到我下面这个大箱子没有？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 Hex 的初代火影。从整体上来看，这款雕像的场景给人一种十足的氛围感，充满木质纹理的木龙与木人非常抓人眼球，而且不得不说，几乎每一道纹理都是清晰可辨的。他们肆意的延伸，毫无逻辑的野蛮生长，展现出了血迹现界的霸道。地台的刻画除了与木盾的衔接之外，还利用了碎石与尘土色的涂装，营造出了一个战意四起的宏伟场面，一瞬间就让我感受到了铸剑与斑宿命决战的画面。尖锐獠牙的木龙、狰狞的木人以及蓄力的左拳，在黑色与绿色交错的涂装之间，彰显出了忍者之神爆发的力量感。铸剑本体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强风之下飘逸的长发与扬起的盔甲，都在体现着这一场决战的压迫感。在开启仙人模式的一瞬间，又仿佛看到了铸剑怒吼着冲向斑的画面。在这一刻，一款原本看似静态的雕像，它活了。这款人物的设计其实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在于它的姿势是与前作的斑相呼应的，这个细节体现出了 Hex 工作室在设计上的观察与严谨。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鸣？我觉得在未来，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个品牌去思考的问题。而且这一次铸剑还搭配了两个完整的身体、三个头雕，并提供了独立的地台，这些都给予了我更好的观感与体验感。可惜这并不是一场代表所谓正义的决战，铸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割舍昔日他与斑的情与爱。或许在情感的世界中，我们都应该学会放手。如果上天能够给班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这个故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你长大找谁当媳妇啊？你家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